大清早送货到台南来一个之前有跟我们买过书，然后从未见过面的客人，比较多喝，所以就亲自送过来，我们待会来看一下。我们提早到，对，然后在七楼工作。有一点太突然。假设你要去一个礼拜，你弄个水潭两公分，是，那里面的水潭装满水，嗯，让它慢慢吸，慢慢吸就可以了。小趣事补充，本次的客户因为太喜欢我们的树了，听说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社群发文及影片，看越多棵树就买越多棵，看看他光是在本片就买了几棵树，所以一度被太太禁止看我们的 IG。 总之感谢客户的支持与爱戴。够长，隔壁都看不到隔壁邻居了。哎，呼，哎。